在十字架牺牲奉献的精神引领下，台东圣母健康农庄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是为了人们的需要而施作建设。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历史痕迹的白冷精神长廊，记载着天主教会与台东居民共同走过半世纪的一步一脚印。这个白冷精神长廊呢，特别介绍白冷会在台东在后山耕耘这么多年精神的一个记录。台东有很多很多的建设跟学校啊，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服务，都是由白冷会这些瑞士的神父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台东。在60几年前，他们就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最偏远的这些同胞在服务，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这边很多的居民都很感念白冷会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些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然后也告诉我们自己不要忘记初心。最开始白冷会在这里耕耘的那一份心，我们应该要延续下来，学习神父的精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好好的发展。圣母健康农庄以绿色照护理念为基础，打造园艺广场、疗愈森林、圣赫德加香草花园、天使花园，为顾及照顾者的喘息需求设置休憩小铺，为使更多照顾者同理老人家的身心状态，进而接纳并改变照顾态度，为此成立高龄体验馆，同时设置让人们静观自得的中庭花园，以及为延续信仰精神，从各地搜集来仪轨用品，将园区的老旧教堂新复重建，一切都是为了满足高龄健康照护的多元需求。阿公阿嬷，咱即天来吃吼，咱要来进菜。啊，以前敢有进过菜？有哈。啊，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小小的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这个也很厉害哦。我们有那个青豆哈，长长的那个豆子哈，还有这个是那个绿莴哎莴苣哈，红色的莴苣哦哈。还有什么呢？哦，还有这个梅啊菜哦。啊，搁有啥呢？哦，最厉害的。啊，搁有辣椒哦。香姜啊，辣椒吼，啊，搁有这啥？这葱啊，对吧？好葱啊，咱即间吼要把全部都浸落内面吼。啊，恁摕转去的时阵吼，大行的时阵吼，咱就会使当放起来煮啊，吼。首先呢，先请你们把用铲子呢，把盆栽里面的土松一松，这样子让它的根会比较好长。接下来吼，用你的手轻轻在盆栽里面拨一个小凹洞，嘿，然后呢，我们把刚刚捏起来的叶莴苣，把根放到小凹洞里面，然后用你的双手把两边的土往中间拨，然后轻轻的压一下。我们圣母健康农庄的园艺广场，它其实是一个乐置的农艺区。因为我们在台东地区很多的老人家过去的这个经验都是在农田跟大自然跟土地接触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让它很轻松，而且即使是坐轮椅，它也可以去种菜啊，种一些水果啊，让他能够回到他以前的这种快乐的回忆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农场啊，一个开心的园地。哎，谢谢，好玩，特别谢谢，特别开心，因为这个在课堂里面所没有学到的，在这里都学得到。感觉较趣味，安尼
想到介久的代志，也嘛会晓种菜咧。我就会晓种菜啊，本来就会晓啊。哎，大家来遮趣味啊！等下恁做伙一个缘分啦，带来恁弟兄的，大家来来遮小见面，安尼介有缘分，大家介好啊。来自太原部落的阿公阿嬷们一早就兴奋地来到农庄报道，他们知道寮屿森林有一道弯曲小径很适合骑单车，还有个鸟儿最爱来栖息的天然小湖，这里拍起照来也很美，甚至在小山丘上野餐更是诗情画意。对于从来没有过慢活经验的他们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浪漫体验。目前的这个寮屿森林它刚刚打造，所以它可能树比较小一点，花比较还没有开，没有长得很好。可是我们相信啊，在往后的岁月当中，经过我们大家的浇灌，大家的这个爱心啊，结合在这里头，那它一定会变成是一个很棒的寮屿森林。你们现在前面看到的是它的名称叫做马兰，可以做染色，也可以做花衣青。这个顶端这个叶子还有我们的根部，根部一起打枝，它就会花衣青了。然后染色也是一样，它染出来的颜色是很漂亮的，是绿色的。等一下香草茶是由你们自己去采收，采上来呢之后呢，我们就要拿到我们的壶里面做一个疗愈香草茶。我们根据赫德加花园它的设计理念来种植的香药草，那大部分这些香药草呢，它对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些保健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呢，透过香气跟我们说接触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园艺治疗的一个特色跟它所带来的疗愈的能量。他们可以实际的到这个田里头去采摘新鲜的香草然后呢透过我们的指导员告诉他们说哪些香草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保健的一个效果，然后呢还有它的味道可以怎么样的组成，那他们自己亲手调制一个他属于他自己客制化的一个香药草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里有三种香草，我们来闻闻看，这一片送你，对，是定情物。好，这一片送你，哎，闻闻看哦，搓搓看。阿妈，今天你品看卖嘞，会使瞧瞧嘞，香哦，亮晶晶，甜蜜脆，香脆，很香啊。我们等一下呢，就来操作一下，我们把柠檬香茅呢放到这个蒸馏炉里面。香草植物可以透过蒸馏萃取的技术得到天然精油和纯露两种产品，而当中又以纯露更为温和及广用。以往的香药草只做成茶包贩售，目前更多了一种课程体验，让民众认识香药草的广博与多元。萃取出来的纯露保有最精纯的植物能量，可以内服作为健康饮品，也可以外用代替化妆水，或是制成喷雾，提供不同需求。等一下，我们这个做好的柠檬香茅纯露啊，我们就可以让你们品尝看看。阿妈，柠檬香。
而为舒缓照顾压力，休憩小铺提供照顾者喘息的空间，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喝杯茶，或是参加可以放松、可以自我觉察、有助于解除照顾压力的精油滚珠课程。Okay, 那我们今天的精油滚珠很特别，我们除了有功效的这个按摩油以外，每一个人前面是不是有个空瓶？有，都帮你们打准备好了。那除了这个介绍功效以外，我们还会再做一个DIY 的动作，就是加入新鲜的这个鲜，这个所谓的香草。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把油装到瓶子里面，对不对？那在那之前呢，先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香气，好不好？好。其实我们人每一天都有不一样压力，对不对？好，透过精油可以帮我们自己舒压，但是我们也要跟植物有很好的对话，所以说我们要把好的意念怎样传到这个精油滚珠瓶里面。如果你把好的意念传进去，那它帮助你舒压的能量会更大。好，我们现在轻轻闭上眼睛。好，谢谢你，谢谢你，我爱你，我爱你，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好，张开眼睛。好，这一瓶就是你最爱的精油滚珠了。那我们现在来展示给同学看一下，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对不对？现在我们为你戴这个眼镜呢，是因为老人家的眼睛可能会有白内障啊，或者是黄斑部病变，所以现在看是不是觉得很模糊，看不到。哎，我现在还算中年而已，可是我今天体验到八十岁的那种，有穿那负重衣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辛苦。尤其像我刚刚要去爬楼梯的时候，我如果真的是没有去扶在栏杆的话，老实讲我的脚是抬不起来的。那我就慢慢慢慢走，后来他有经过这个变的那个，应该就是讲家庭改过的那个楼梯的话，我觉得下楼梯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我希望我不要很快的就变老。那我们的高龄体验馆的设计呢，我们就希望说为老人家他可以能够来看看说什么样的环境是对他是更安全、更舒服、更不容易受伤的环境。我们也让一般的人或是来学习的照顾者，他能够感受到说老人家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困难，那他应该怎么样的用一个更同理心去感受到老人的那个困难度。所以很希望我们打造的是高龄的银发族的新乐园，提供这些的机会，让老人家他们可以来到这里啊，他有一些怀旧的老玩具啊，然后他也可以在这里玩一些他以前小时候的老游戏，然后一起开心的过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自己在这个园区里头，能够是所有的老人照顾据点或者是日照中心。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让照顾者稍微喘息一下，然后你自然就会从里头去品味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回到自己的内在，然后好好的学习啊。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开心的学习、快乐的天堂。来，连向米大旺。